花生什么事？欢迎回到花生什么事？今天我要来分享不做观光客可以在柏林怎么玩，也会和大家分享在柏林游玩的小贴士，会分几集分享哦，敬请期待。那就话不多说，第一个，9欧元月票让你省省省。全德国通用的9欧元的月票终于来啦，简直是物超所值。只要9欧元呢，基本上我们都可以在任何的这个月份，也就是6月、7月跟8月，都可以无限次搭他们的公共交通。除了在一些比较长途的火车啊，或者是巴士是不可以用这个月票的。至于详情呢，你可以在影片的下方的链接可以点进去看哦。然后记得购买了任何的车票都需要 validate。这个就是我们的九欧罗 ticket， 就可以用一整个月的。他们今天有做 promotion， 就是可以在这个机器买咯。然后现在你就是要一定要最重要的，一定要 validate tickets， 就放进去。OK， 这样子你就 validate 了啦，你就可以去无限次数的旅程。拜拜。人行道、自行车道分清楚，千万呢不要在自行车道徘徊。我们第一天呢就是不小心走到自行车道，然后有被就是路人提醒。刚才有一个小插曲， So we never 骂我。所以在这里的话真的是要提醒大家，自行车道、人行道，我们人的话就走人的地方，踩过去咯。对对对，尽量是不可以，就不可以，千万不要挡着脚车的车道，不然会给很凶的人骂。对，所以我们绝对不可以过脚车路线。这个就是脚车的路线啦，就是脚车路线最好不要有人走咯，因为不然的话会挡到脚踏车行驶，所以我们人走的就是在这边，就这两位美女，这个是良好的示范。对对，走这里。OK， 走。柏林红绿灯小人 Ampelmännchen， 如果大家有注意到的话呢，会发现柏林的红绿灯长得有点不一样。对啦，这就是只有在柏林有的红绿灯小人 Ampelmännchen。这个红绿灯小人呢，他是在1961年的时候，有一个德国交通心理学家卡尔他去设计的啦。因为我们通常普通的交通信号灯呢，都是比较细细长长，然后静态的样子。所以这个卡尔这位心理学家呢，他就发现到，哎，这样子的信号灯啊，可能对一些颜色不敏感的群体很不友好。然后可能会因为这样子而增加交通事故的风险，所以他才会想到，哎，要用这样子的有趣的方式去设计这个红绿灯小人。至今到现在，红绿灯小人已经有60多年的历史了，也就成了柏林的一个代表性的东西啦。我们没有买电话卡，省省省。我呢在旅行的时候通常都没有买电话卡的习惯，通常我到一个地方的话，我都会先在 Google Map 下载线下的地图，这样子的话我在不用网络的地方都可以就是寻找我等一下想要去的目的地。然后在柏林的话呢，其实有一些火车站是有免费的网络的，然后还有另外一个真的是很重要的 tips， 就是像是有一些超市啊、 Railway 啊、药妆店、 DM 啊，都会有免费的公共网络，所以呢我们通常都会到这些地方去联网找资料，然后其余的话呢我们就交给就是交给大自然，交给天安排。把空瓶子拿到超市换钱 Fun System。 在德国呢，他们有这种回收押金制度，也就是说今天如果我购买了任何有容器装的东西，他们都会事先就是有收一个 packaging 的费用，也可以说就是预先和消费者，也就是我们索取有必要的一个回收费用。所以因为刚才我们点了那个酒，然后过后因为是用 glass 的，所以他就给我们这个 token， 这个 token 其实是1 euro， 所以如果你还了那个杯过后，你就会拿回你的 1 euro。 对，就是会拿回你的钱啦，因为他不要给人家弄不见那个杯，或者带回家那个杯。对，
或者你现在可以看到就是这种机器呢，然后再把押金拿回来。这么一来可以确保瓶子容器啊有回收价值，也可以鼓励大家把瓶子回收起来，大家一起做环保，人人有责。自来水直接喝起来，德国的自来水呢是可以直接饮用的，所以水是免费的，呜呼。周末去户外吧，德国这里大部分的商店呢，包括超商要装店啊，周日是不会开门的哦，所以大家可以趁周六的时候买好 grocery， 不然也是可以到一些餐厅吃饭。有一些主要的车站呢，他们的超商还是会开门的，但是可能就比较不方便，所以周日的话大家可以考虑户外活动，或者去一些跳蚤市场逛逛。我们呢也很喜欢在公园闲逛。夏天白天变长了，因为我们是六月份来的关系，所以已经入夏了。入夏天的话就代表白天的时间会比较长，我们的话呢就真的是很不习惯晚上七八点的时候太阳都还没下山。Hello， 大家。It's 9 p.m. now. Yeah, it's 9:30. 很像早上的晚上9:38。然后我们现在要去回家的路上，看有没有鸡蛋可以买没有。今天呢就分享到这里啦，喜欢本期视频的话记得按赞留言分享订阅以及开启小铃铛。发生什么事下次见。德国怎样搬家，就是用这么 high tech 的东西来搬。And also big entrance lah. Yeah, six.